Jackie 而家你去緊邊度咧？我而家做 library。今日係 on duty 今日我係Librarian，所以我要 on duty。十 D 班嘅 Jackie 係拔萃圖書館嘅當值員，每日小息同埋午餐時段都會到圖書館當值。拔萃嘅圖書館每日都擠滿同學，而每個圖書館管理員亦都要忙過不停，先可以應付與日俱增嘅人數。Jackie 都唔例外，每逢當值嘅時間，佢都會立即去到圖書館為同學服務。圖書館管理員為同學服務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呢？ Jackie 有以下的講法。第一，我想服務我們八歲的同學，透過我幫他們借書還書服務，可以提高我幫對學校的熱誠，服務熱誠。我覺得做一個學校的 librarian 很有意義。Andrew， 你而家去紧上咩堂？Physics 咯。十 G 班嘅 Andrew 系其中一个就读 IB 课程嘅学生。2009年，拔萃南书院采用咗两个新嘅教学制度，第一系 IB 国际文凭课程，第二系新高中课程，俗称334学制。IB 国际文凭课程可以让学生选择两个主要语文嘅课程，然后再揀选其他科目，例如在物理堂都是由外籍老师任教，而 Jackie 就是其中一个就读新高中课程的同学。 IB 国际文凭和新高中课程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 IB 国际文凭的工作量比较多，而新高中课程则可以比较轻松，但 IB 国际文凭这样做亦可令到就读嘅学生嘅语文水准喺短时间内有显著嘅进步。我哋亦对2009至2010年度学生议会主席作咗一个访问。拔萃嘅前景有咩睇法？我对拔萃前景嘅睇法，我就觉得，拔萃即系呢140年咧，都经历咗唔少嘢，又经历过世界大战啊。依家又是一個叫做咁多changes 嘅一個時代，咁我覺得其實我哋真係要團結一致，無論係 old boys 又好，老師又好，依家嘅同學又好，其他 supporting staff 都好，我哋喺埋一齊，有緣分行得埋一齊，就應該合力搞好呢一間學校，合力將DBS 推到一個更高嘅層次。咁身為 SC 嘅主席，咁你希望拔萃？喺140周年，你為佢做啲咩咧？其實咁講咧，為拔萃做嘢，你唔需要揀年份嘅。無論140周年、141周年、142周年、139周年，定150周年，無論個年份係乜嘢，你其實真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要為佢做嘢，唔使特登揀一個年份出嚟，我哋 S C 一定會真係盡力做最好。咁你喺拔萃話話曬曬都讀過六年書啦，咁你有咩睇法咧？喺呢六年？其實喺拔萃呢六年，我覺得，即係由我科班入嚟，係一個細細個科班仔，乜都唔識，去到依家叫做senior boy 啦，係即係叫做一個 leader 嘅位置嘅時候，中間呢個 change 呢個過程，其實都叫做即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特別啦，要咁講，即係除咗 academic 嗰啲嘢之外，其實其他好多其他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啊嗰啲嘢，你都係由一個新仔學習點樣去慢慢即係 learn 啦，跟住最後 in the end 即係好似依家咁，你係做一個leader post 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即係非常之難能可貴。幾愛拔萃，因為佢俾我感覺就係非常之親切啦，咁就啲師生好關懷啲學生啦，同埋咧，佢提供咗個地方俾我哋發揮自己潛能啦，同埋可以喺一個好理想嘅讀書環境，係香港地之外，係咯。
咁喺你心目中，你認為咩係 DBS Spirit 咧？DBS Spirit 係可以話係啲即係不怕失敗啦，咁就力爭上游啦，不斷創出更好嘅成績咯。喺拔萃裏面，不少同學都係出類拔萃嘅音樂人 ，Jackie 就係其中一個。佢唔單止將佢嘅音樂才華奉獻俾拔萃，佢仲抽出時間喺放學後義務教授小朋友拉小提琴。Jackie 钟情于音乐，佢擅长弹钢琴同拉小提琴。Jackie 觉得，除咗可以喺教授别人演奏音乐嘅过程中吸取经验，其实见证着学生一步一步地学懂一样事物，咁样亦都系一种快乐。Jackie 希望下一代可以学懂小提琴，并且培育出新一批音乐人才。差唔多，好啦，呢个拉呢个，咁呢两个。練比其他練多啲啦，都係頭先即係打清聲嗰啲啦。每年一度的学校万物会，每位学生都要为自己班制作摊位。在早上九点钟，已经有同学来到学校继续赶工。每位同学都很努力，全因想为学校筹得款项。每年万物会都会吸引一批入场客，每位入场的人都在万物会里面玩得尽兴，并且拿得丰富的奖品礼物。拔萃始终都是拔萃，拔萃的传统140年依然不变。